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出席委员是七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第一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著作权法部分条文修正草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欢迎会报告事项第一案，现由民进党党团提议进入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无异。本案进入二读，由民进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报院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现由本院委员柯建铭等人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一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报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现在针对委员柯建铭等人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好，来，我们现在按领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报院会各位委员要签到啊，要记得签到啊。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那么我们现在针对委员柯建铭等人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0人，反对59人，弃权13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决议：附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照原作决定通过。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仅限列案顺序如下表四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陈委员明文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84人，赞成61人，反对23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16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院会所作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本案经第七会提第16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针对民进党党团所提复议案，照案通过，有异？好，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复议案，现由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1人，赞成61人，反对0人，弃权20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决议：民进党党团首提复议案通过。发言会现有民进党党团针对本案报告事项提出一项重新决定之提议，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之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提议将总统自请本院行使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交全院委员会审查，审查及投票表决时程建议如下：以6月24日星期一举行司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案公听会，由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代表8人参加；依政党比例，由民进党党团推荐4人，国民党党团推荐2人，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推荐1人。各党团审查小组委员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员组成学者专家及审查小组委员名单，请于6月18日星期二下午5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于时视同放弃。6月25日星期二及6月26日星期三进行审查，并视为一次全院委员会。6月25日星期二上午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杨慧卿，下午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宗珍。6月26日星期三上午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谢明阳，下午审查司法院大法官被提名人吕太郎。每场各党团分配询答时间，民进党党团1小时，国民党党团1小时，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各30分钟。各党团推配之名单时间及顺序，请于6月24日星期一中午12时前送交议事处会诊，于时视同放弃。审查完毕后，于6月27日星期四院会上午进行司法院大法官同意全案投票表决，同意权相关事务及学程如附件。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民进党党团提议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85人，赞成61人，反对24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报案会现在进行第二案。我们这一次第一次的会议总共有4案，我们刚才处理1案。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尚待协商，所以我们现在请各党团干部以3:10至议场3楼进行后续公投法等议案之协商，现在休息。